能上的时候你们把握机会上，不能上的时候不要随便乱上。那我们去压吧，压塔吧，压塔压血线。其实不卡他漏刀的没漏多少。哎，我压刀的没被压多少，就是就很难受，反正他翻不了身，知道吧？他这个组合，哇，这个深海鱼，深海养了鱼，这个人他如果乱的话，这不我就要把他换了。我不是锁定视角，因为我可能在打架的时候，有时候鼠标会，就我的镜头移不过来，我的镜头是很慢的。所以我按 F1 会比较多一点，知道吧？会按 F1 会很多。问一下主播，绿刀锁定不是 A， 我点地板，我就是点地板 A 的，我点地板 A 方便一点。你想点人就点人，点地板想点地板就点地板，点地板只是更加方便的 A。你看我点的不是他人吧？他已经被你锁定了，就只有他那 A。这红 buff 能不能
这把好像还没有完全。来偷野怪就偷野怪，拿的优势一定不能给对面喘息的机会，知道吧？推完线就直接进他野区扫野怪，扫野怪保证自己发育，自己有。建立在你有能够。杰斯真负责，前期的一些对线细节啊，各种的。没有人能去妨碍咱们，因为我们这个血量已经没作用，是能把一波线推进去。应该是形成不了那种绿白刀去打人的，这组刀去略过，知道吧？进行到下一轮刀。他们不回来的话，可能要一波了。我这波放这个大招不一定有意义的。真的有些情况下出蓝切真的飞的，
鞋，还有武术鞋，他都是个二手鞋，感觉。